好啦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吼，这一局就来打一场猎人的临时自由感。那这一局有一个圣 key 主是一个圣骑滴滴，他在组队频道，就是在组队的时候就在讲说他是大腿，不过他求大腿，所以他是一个分身。我刚刚也看了一下，他真的是一个分身，而且还是超级分身哦，各位。可是人家会玩，对，人家就会玩。可是这坦克看起来是不会玩啊，对。3, 2, 1，赶快把遗嘱都写一写。放心，玻璃蟹。请从我面前逃掉。放心，我烤。莎莎，快过来攻击他们两侧。我要戳烂你们的皮！跟武士分开打。放心。我要去洒出来的酒默哀一下。这滋味一定让你难忘。放心，还要再等一下。放心，我要把你们炸到屎滚尿流。哇，看来有人还是不会游泳。放心，这坦克怎么拉这么远啊，好烦哦。对，他拉太远了吧，有必要拉这么远吗？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要有必要拉这么远吗？莎莎觉得很抱歉，觉得你的脸很抱歉。
听说那些船长打算见面开会，如果我们混进去，就能一次把九头蛇的脑袋都砍下来。黑牙恶徒最爱打架练拳头，要是你能打得他们满地找牙，拉莫船长就会拉你去开会。简单的方法啊，就是想办法拿到九头蛇。困难的方法呢，就是冲进去，把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三位海盗船长直接杀掉，你自己决定吧，有钱人。中山小啊，他到底会不会坦克？他到底会不会坦克？哪有人像他那样拉怪打？看嘞，我都没有，我真的傻逼，我是真的很傻逼。到底在干嘛？到底在干嘛？大概猜得出来他想干嘛啦，只是。我是觉得他这样拉。真的还蛮畸形的，对，我觉得还蛮畸形的。
头好痛哦。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啊？优秀，来试试你的能耐吧。让我来试试。接招！当心！冲不过来，放心，接招，放心。不是兽王力，宠物根本就吸不住。再一点，才受得了跟你们再瞎混一遍。哦，我还有子弹没用完呢。哟，这个坦克干嘛？我们干脆不要坦克好了。我只是高处不胜寒，求败真难呐。最基本的，我觉得连最基本的都没有。对，对啊，怎么会跟脸去接？就是该跑的时候你就要跑啊，怎么不跑啊？站在那边给那个后射他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有点奇怪。要有那种一两个很累的人，
应该是会过吧。对，他应该不至于每一网都这么傻。就已经打大腿，只是大腿不是坦克啊，是 DPS 啊。对啊，大腿是 DPS，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。坦克，你要给别人抱大腿，你要有一点点本事吧。
现在没有目标。这坦克至少还知道自己很让人难以接受，对，我不是说还认为自认为很优秀，对，然后不管怎么样就这样吧，他们全都躺下。放心，我还不能使用这些物品。大炮，把他们炸成碎片。放心。小女孩，快逃！到甲板集合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拿他们的内脏来擦甲板，还是没抓到，就是那什么，站在对面应该怎么？怎么边控场？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正常，就是很 OK 的坦克的话，那都是另当别论。这个坦克还要再等一下，太让人苛刻了。他路线不熟，对，就是感让人感觉就是什么都不熟。我还不能使用这些武器。我不想起来。
他是打战场出来的。对，他这个感觉就是我很像是在打打仗，满街跑。对。我只有你来吧，死去的人。过了，对，至少打得过。是挑战者，就当带两个大腿吧，不是带两个那个。轮到你们了，坏鸭子！快冲！干什么冲啊？无敌，快起来，换我们了！快，赶快讲，赶快讲！啊呜，好痛！好了，好了，大家快来看这场逞凶斗狠的比赛。挑战者来自远方，是神秘、危险，外表又有点邋遢的恶臭海盗团。现在进入场内的是最厉害、最神奇、最强大的。啊，这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全是抹油的猪？我开始觉得这一点都不像职业赛。哎，随便了。
威猛的凶犬猎人，现在欢迎沙暴猛犬托沙克。还要再等一下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黑习惯，真的是被黑习惯。开讲，开讲。嘿，好，这一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